不是，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我不是让你别缠着我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呀？店员说的呀。也是阴魂不散没皮没脸的吗？不然走怎么还不走啊？王爷，我就是想知道原因，为什么昨天你还跟我好好的说要带我去钓鱼，为什么今天又对我这样？我死我也得有个理由吧。你等等我。今天你不说我就不走了，来吧吃，看你吃。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我走。哎，黄鱼啊！不是，你怎么没完没了啊？我不是让你别缠着我吗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就是想要一个理由，到底为什么？好，你要理由是吧？那我问你，刚才打你卡里面700多万，到底是从哪来的？王爷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有毛病吗，王爷？来吧，解释吧。解释什么呀？钱吗？对呀，这700多万是你的吗？这钱当然都是我的了。对。在你卡里的钱可不都是你的吗？王宇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解释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但是你得相信我，这钱真的都是我自己的。你还不说是吧？你不说我不问行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，王宇？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不相信我，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？你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哪知道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的呀？你有毛病吗，黄宇？你因为这点钱你怀疑我？这点儿？喂，说话。喂，老朱。啊。晚上有事儿吗？没有啊。晚上你过来一趟，我问你点事儿。哪里啊？来店里吧。啊，行。嗯。我以前没钱，现在我还你了，两不相欠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老朱，我说实话，你朋友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他也不是我什么朋友，也不知道什么怎么着的找到我了。我就想着一起挣点钱儿，没想别的。那天完了，我找人打听过了。这个人是有点问题，之前好多朋友都已经不联系了。他要是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千万别信。怎么了，把我叫过来？哟，还生气呢？哎，你别看生气，我跟你说话呢。这一天的房租还有3000块钱，我都不转过去收一下。小，这有钱是不一样啊，你给自己赎身呢。我以前没钱，现在我还你两相欠了，你还有事儿吗？哎，你看你这着急走啊，怎么还公主脾气了呢？我知道我前男友找你跟你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，我以为这7天时间够了，够你了解，够你看清我。可是我没想到你还没上线，这700，我不是。那不是我问你，你什么都不说吗？你有事儿吗？我走了。哎，米米，王宇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爸妈住这儿。巧嘞，我爸妈也住这儿。嗯，走走吧。嗯。王宇，其实我知道你对我经济状况挺好奇的，我现在讲给你听。好，你说吧。
几个月之前我跟我爸吵了一架，吵得挺凶的，我就离家出走了。走了之后我爸生气，他就把我所有的银行卡全给冻结了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把我一套房子给卖了。你把房子卖了？最小的一套。还他妈最小的一套。然后我之前没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觉着就卖房子换零花钱的事儿吧，我觉得挺丢人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就没说。那你这是回来和你父母一起住了？对，因为我现在跟我爸妈现在也关系缓和了，我就回来住。所以之前你那个房子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，这段时间住你那儿挺不好意思。你别啊，你千万别不好意思。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，你帮我把这个钱要回来，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大手大脚花钱的，我挺心疼那个钱的。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你之前我误会你，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那你现在是有钱了吗？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好的呀？走，随便点。手机就你。我说带你吃点好的，咱就吃这个。这怎么了？火锅不是挺好的吗？太简单了。不简单，我跟你在一块儿吃什么都不简单。为了咱俩今天的偶遇，安一等。哎，对了，我手机有什么问题？你帮我看一下呗。手机怎么了？手机就是你这屏保什么情况？我不是，那你女朋友看见了怎么想？屏保就是我女朋友啊。我们七天时间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不是女朋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喝了我的酒，就是我的人。还是这么油，来。哎，等一会儿，我手机你还没帮我修好呢。你手机最近怎么了？我手机就是最近总是收不到你的信息。明明，你喜欢大海吗？喜欢呀。那我带你去看海好不好？可是北京只有后海。你不去后海啊？我带你去看真的海。